嗨！感觉这个草坪真的好好啊。我感觉今天心情不好。他？嗯。为什么？看星星嘛，我不说话的。这个时候的空间分开了。哇，一直盯着。他好像真的很喜欢 Ruby， 对，是吧？而且他没看过别人。对啊，他应该现在不止心动那么简单了，他锁定，就是锁定。就那天我们就出去玩回来，我觉得你好好心情会有点什么复杂，是吗？我现在不太清楚。嗯，可能刚回家回家的时候就是因为累，但是然后后面其实我觉得不开心，就是玩的会啊，会的。沉默。哭了，要哭了，哦、哭了要哭了。就坐的还是有一些距离了哈。你们两个人都不躺下，躺下。我咋有弄啥嘞？怎么了？我在看呢。去喝点东西。快回来！嗯，快回来。太弱了。你对王静文这样的姑娘，就是粘性这么强的姑娘，你是一定要非常冷漠才可以去杀掉她的那些希望。不是，我是觉得她在这个问的时候是问她你那天约会是不是不开心不高兴，但是你不能说因为她精心准备了一个约会你告诉她我并不开心，责任对责任就变成了这女生自己，所以我觉得很不公平在这里。你或者说我情绪确实不好，但是是我自己的原因。对对，我觉得如果我是郭如冰的话，
我觉得他一定也了解到王静雯是什么样的女生。有时候对我们，我如果是他，我可能也会真的不知道要用什么方式去表达，因为非常好，我也会怕说我是不是说了对我那天不开心，反而更伤到他。所以其实我还蛮能理解他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因为王静雯大家会觉得他比较弱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去怕伤害到他，反而不敢可能。但是怕伤害他，一定要说，就是说真的不是你的问题，是我自己的问题。那肯定要把责任揽过来。那你可以把你整个的心理过程阐述给他，你即使说不清楚的话，他也能明白。曹越，换你，你是不是这样？问话滋滋儿啊！我会有可能是就是你凭什么不理我啊？就是你不理我，你就死定了，你是不是看不起我？就你们把自己代入一下，你会觉得说。有什么说什么，会很难吗？不难，不难。那好 ，OK， 超越和姜思达一人来一句话。如果你是郭冰冰，对你们俩来一下。对啊，超越来拒绝他。就上一次那个可能不是你的问题吧，是我自己的问题，没关系。然后就继续保持，还很冷淡。那你啥问题啊？对，那你啥问题啊？我帮你改，你啥问题？我觉得。我们不太玩得来，那就是拒绝了，那就是拒绝了，那就拒绝了。那你需要我改什么？我想跟你玩。那如果郭如斌跟他说这种，哎，其实静雯，我有一个哥们儿，他也单身。我觉得这个可以。有一种要把他给发出去的感觉。哦，对哦，是哦。拒绝人很难。哦，真的好难呀。或者换一种方式，你什么都不说，你要敢于去看对方的眼。对对，不会是给他另外一种信号吗？这种信号一般，除非眼睛长得有问题的人，他会放射。那你有什么样的眼神呢？你来演示。我觉得雅文老师可以的。来，你试一遍。那你跟他。来，小月。你那天不太开心吗？你跟教导主任一样，他现在是要灭我。猛的一抬头，有点像哈士奇，就是那种凝视。你知道吗？你说到哈士奇，他绝不会给我头上扣过那个脑袋的。怎么样？很酷哦。好酷！我要走，拜拜。哇，这好好玩啊！哎，好看哎，这个晚上很亮。所以他相当于用一个电动车把天哥和自己支走，支离了人群。你跑得过来吗？跑得过来啊。哦。哇。